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太极天龙，万生之主，不过七上帝。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们，大家要记住，我们是利他的法门。啊，难怪呢，啊，王禅老祖道教师长又，好多诸天圣神活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来世间上，啊，世界和平的灯塔，啊，以宗教的世界和平，啊，这个灯塔呢，树立在台湾的维新圣教，历史上也没有了，啊，国际上的肯定，国际上众生的依归只有维新圣教。啊，新兴宗教哦，所以我们不是啊在打高空，实实在在的用风水学易经指点人家的方向，啊，大家共同做到心安无挂碍，啊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远离恐怖，远离不安的，就维新圣教嘛。啊，其他万教齐发也同样的功德啊，但是我们维新圣教来，啊，得到世界诺贝尔和平奖，啊，的入围提名入围了，啊，也是开宗教界的第一位，证明王禅老祖大慈大悲，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妙法，以当下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把它分以化，演以化，啊，来成就我们大家从不同天上界下来，啊，来到世间。我们既然有身体了，让大家不要有这个周围气血就风水的问题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影响我们的心境，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嘛。所以王禅老祖，啊，在乙亥年那一年呢，我在天坛攻入了这一部风水真经的时候，好多好多的华喜瑞相，啊，五彩缤纷的瑞相在天坛上空，啊，所以我把这一部经呢，啊，一一的攻入出来，啊，作为我们在世间上能建设创造维新净土的佛世界，以天国极乐世界啊，一息上清天宫啊，融合为一。那我们要来世间上，要回去自己的天界，自由自主，了了分明啊啦！啊，那么我们再下去，鬼谷先师又开示了，呼身若地基，啊，道如大厦啦，地基不固啦，啊，大厦难载，啊，不知其华，焉能载道？这里又开始，啊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道主所开示的到最后那一段，呼，就是说，我们凡是人身体就如地基，啊，就如大厦的地基，身体不好了，啊，你要谈什么免谈，啊，那身体不好你再怎么样擦拭也难飞。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回顾到，啊，40年前
啊，我因为一场病，40多年前，而且家里非常的不平安，2年开刀开5位，啊，我就请了，啊，人家告诉我去请，苗栗，啊，这个秋之堂大师啊，悬空师啊，这灵觉三人，灵觉，灵魂的灵，觉悟的觉，三人呐、啊。好、哦，炼觉三人，邱志堂。啊，炼觉三人，那时候我都不懂，三人，山顶人，原来就是仙啦，炼觉仙。好、哦，我跟他结缘的时候，啊，跟我说，哎呦，张先生啊。一般人都不信风水，事实上人都活在风水里面，风水不好啊，你的事业再怎么做也会做不好啊，风水不好，你的百般的巧变还是会落魄等等的问题哦，讲了好多。那时候都没有录音机啊，不然邱志堂老先生啊，就打灵觉三人大师啊，啊，他的话录起来了，但是我记忆很犹新，啊，历历在耳。所以老祖也开始一样，身如地基，身体不好的话，每天挨挨叫的话，其他没个修行啊，没念佛了啦。等下哪好烧香，你要念佛念不出来啦。啊，那脚不好。拜邪拜美绕佛绕不过去的，啊，坐骨神经有问题，你要打坐根本就不可能的，啊，你们膝盖了，膝盖发炎了，你要拜佛也跪不下了，这地基嘞，哎，这是简单的说修行的方向啊，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，没有好的身体，其他的免谈，尤其我最近来。啊，眼睛比较看灰啊，啊，看灰的，我去彰化，啊，因为新高医院，新高眼科，啊，李医师，他非常非常的诚信，他而且医术高明，原来我两只眼睛都看不到了，啊，他给我吃了2颗药，哎，吃了好了，哎，哦。所以你们如果在那边用嘲笑师傅，你的功嘛嘎，我看不到你了。那你连装你的鬼脸，你装你的，好、哦，但是我眼睛看不到了，眼不见为净啊。但是我就一直讲了，把真理讲给各位听，同样的道理啦。哎呦，所以这位李医师啊，啊，他们护士啊，哎呀，师傅啊。哦、你要救人啊，自己也要先救救耶，不然你身体眼睛再弄下去咯，以后那么多人你怎么救？我好啊，我现在开始会来好好照顾眼睛啊，但是已经太慢也不慢了，就看以后怎么修行。这个是道法、啊、也是风水耶、哦、眼睛不好，气和血血不通哦，啊，气血不通，那你眼睛就不好嘛，一样的道理嘛。各位，你们坐在那边，端坐了很难过，脚麻，那个是气血不通哎。哦，所以气与血啦，每个人身上息息相关的啦，家里的风水也一样啦。哦，我们再讲下去。啊，道如大厦，地基不固。啊，大厦难在不知其华，啊，焉能载道？所以我们修行，包括身体，你不知道身体哪里故障了。就前几天，我们一位师兄，哎呀，师父啊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啦，我今有话跟你叫师父啦。你平常是嘛？你讲话啊？无啦，我已经吼三四个月拢讲话拢无声啦。
恭维龙不像哦，看到你的风水这经里面的啊，你再讲讲讲呢，哈、啊，就是我的办公桌做的头前，兄弟一家输了啦，兄弟啊，他办公室嘛，前面有泡茶，泡茶呢，那兄弟很脆呀，兄弟啊，那个那个茶壶的口啊，向着他，我是不是向着他？奇怪呢，怎么那喉咙声讲不会啊？哦，那那个哦，想想啊，不对了，前面就是那哦，就把他移到旁边去了。啊，第二天喉咙就开始有声了，接着我上个一礼拜后呢，可以讲话很舒服啊，你好啊，道如大厦，人就是地基。哦，你不知其华。哎呀，你们的后人也没交边的啦，你们可以常常看我们维新电视台啊、幼荣师姐还有雅琪啊、师姐啊，母女为各位采访的啊，好多贤士同修师兄师姐啊，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出心声，这都实际的正道啊。所以老祖开始不知其华，焉能载道？啊，焉能载道？啊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整个的人生过程，啊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例啦，还太多太多了啦。我们法师也为各位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。也是去年，啊，大陆还有国外诈骗集团进到台湾来了嘛，啊，就来一个，投资3万块钱，你有3%的利息，啊，6万有6%利息，10万10%利息，啊，那么就哦开始他们的基金呐、啊，哦，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嘿，挂钟一沾起来，风水换，也就砍为水，啊，你不知道道之子本体就易经嘛，你不是易经的法则，跳嘞包戏言，嘿嘿，活该。曾经有人说跳下去了，师傅，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弄不回哦，没目屎哦，嘿嘿，我目屎我流已经流到不流了啦，啊，因为到处浮土嘛，土地一大堆，哦，都，哎呦，有的人都贪心鬼，啊，贪心鬼是最难度，但是还是要度啊。啊，贪心鬼，你不让他磨一磨，这般这般那般那般，的时候，哎呦，公家也听嘛，无那也听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逆向操作，但是我们学艺学道，就不要去勉强，先知道自己有没有福啊！哦，就是，来，有辱无华啊，未得度人。无华，无华呢？这个华等于这个华，你人要渡过去，渡河没有华渡。所以慧能大师无主啊，要送这个六祖慧能大师。要过一条江，啊、哦，那就是那个竹排啦，就划，你划才能渡人呐、啊，你无划难渡人呐、啊。我们的法门就这样，所以王禅老祖的智慧，嗨，当下我看那么多那么多修行人都有很高深的智慧。但是直接了当的有问题了，能解决了确实不多啊。有如啊，今天早上啊，那圆满法师拿到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，他的祖先啊，应当是九玄，结果他们把他七。
七祖九贤，啊，就是下犯上，啊，圆老法师呢，昨天问我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没有伦理下犯上，他说对呀、啊，好、哦、公司员工家里小孩子都不服气，啊，你供公认大会，所以现在很多地理师，啊，还有名师，还有糊涂蛋，游戏人间不要再游戏了，拜托。你的游戏人间呢、啊、把人害惨了、哦、你的试看看把人害惨了、哦、啊，有现在啊一些祖先的牌位写的祖先牌位你写错了啊，本来姓要在我们的姓名，姓是天啊，名地啊，结果呢，我们把比如李某某啊，李公某某，应该这样才是伦理嘛。结果某某李公把天倒下来，啊地倒上去，就是说问题就要来了嘛，就后天后先天啊，名字。是后天的，啊，姓是先天的，结果你把名字挂到上面来，姓是挂下面，难怪家里小孩子不听话了，啊，这公司员工，啊，下犯上的一大堆，哦，这个真理，所以我们。啊，要有法，我们的法太多了。社会大众们，你们不要以为哎呀风水，小小的风水而已，葬死的地方，葬死人的还是滋味还是很大。啊，曾经我在民国72年开始营业行道，啊，一位啊这个也是廖先生，他两个孩子。儿子生两个儿子，结果精神都有问题，后、哦、弄得家庭妻子不能，电视啊这拆了什么拆了，后、哦、外国起抓，那来问我啊，我还没到这先锋室来，在台中，我的卜卦祖先阴爻动要破，阴爻动破来克四爻克祖孙啊，那就是他的祖魂。有问题呀、啊！啊，那结果把它挖起来，他们在民间，那在竹山，啊，把祖先的风水挖起来，结果祖先的骨头里面头骨两只竹子把它穿过去，两只竹子哦穿到了头颅，穿过去了，难怪生了两个孩子，好、啊、都是头脑有问题。这种风水啊，所以各位要懂的事情很多，多得不得了。我行道30年，啊，传道30年，弘道30年，但是学道已经有3000年，啊，3000年这一生拿来用，我所知道了，我把它端出来，大家享用，目的无他，我们大家同一家人，啊，多生都有因缘。我们同样是从天上界来到世间，来到世间就有外缘，外面的各种因缘，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来承受了，啊，自己也莫名其妙的，哪里痛哪里痛，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了。所以我们风水真经里面的例子我讲太多了，啊，我不再想，你们就看10点到11点的，啊，我们的节目。每天24小时都在播各种的风水妙法，好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有法，你没有法，绝对没有办法度人。包括观世音菩萨佛法的普门品也是一样啊。32应化身，你要有国王的，你要是视线有国王的智慧，才能跟国王谈呢。啊，你跟旁边别人呢？哦，你要有每边人的智慧，
财力能渡他哎。啊，你将军，你要有将军的诸位才能渡他呢，不然怎么渡？那就要有法。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，知一切法，超越一切法，知一切法啊，才不被一切烦恼所缚。就是《易经》与风水，妙法嘛，利人天。啊，听有无？是吧？所以啊，妙法，各位好好修，好好学。这一生修一修，你简单不用了，下辈子你还会再来，你就会再来度你的人。啊啊，那。所以唯愿啊的修真人士啦，修真什么真？真正要修行利人天的啦，要度众生利他的，是为修真的。有的修假的啦，修讲哦，我要来做仙啦，嘿嘿。在去年啊，我到河北省宣化一个王家湾啊，王家湾水很漂亮，山水很漂亮，其中有一座山还没水来潮，那打了二十几个洞，山洞在那边修行，那修成仙了啦啊，结果肉身菩萨很多，结果文革的时候被那些孩子把他抬出去丢到王家湾的河流，醉得歪歪老啊，你还莫何奈何，对不对？你又留下什么臭皮囊，到时候还是被那小孩子把他丢掉了，乱熬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悔，王禅老祖大慈大悔，把妙法留下来，这是才是永恒的智慧生命。所以要各位同修啊，我们唯心贤士同修，你们所修所学的正道了，好好把它记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名留万世，万古流芳，慧命永恒。所以你要有法才能度人。唯愿修真人士呢，勿入旁左之门呐。好，正道是虚。好，我们真正修行的人，要修心法，修慈悲和喜舍的妙法，才是真正的修真之士。否则的话，旁门左道，嘿嘿，自了汉啊，与法无异，与众生无异啊，与各位这一生来了目的完全不吻合啦。祝福各位。天为公。